国语有声善书。盛唐善书达摩指玄宝录主注仙佛为达摩祖师与诸天神圣。第八参养虎为大患，世人甚行之。达摩祖师伏虎尊者同将。诗曰：飞鸾响出摩杀声，无墨修书胜笔成。请问谁来敲石木？旁人听得胆心惊。今日邀伏虎尊者降临台中圣的宝宫，表演特技给圣的诸生瞧瞧。你看，尊者骑着一只老虎驾到了。受达摩祖师之邀来圣德宝宫与诸生结缘，诸生有法眼者可观我坐虎而来，畏惧法眼者但观沙盘磨砂，虎威十足，且勿怕怕。尊者伏虎惯了，一朝若被虎伏，不知滋味如何。伏虎如动物园驯兽师，管教虎豹狮象屈膝听话。此刻这些猛兽老虎兽性已化为人性，胜过社会上流氓恶霸杀劫淫掠的恶行。此刻人性已转为兽性，世人心房中也养有一只猛虎，如不好好驯服它，常伤人吃人害人，久之则已失人性而堕入兽性，来世披毛戴角有份。虎符若让兽性做大，不加管教，有一天虎兽成为主人，驯兽师生命安全受到强烈威胁，加被虎制服，丝时落入虎口，生命旦夕，岂不危哉？但见尊者座下的老虎甚体仁义，柔循服从，毫无凶性。此虎已由兽性转为人性，再升华尽为神性，故称神虎。虎心可变佛心，总之在于一念之差而已。世人心中养虎为患，毫不自知。小虎尚无大害，一旦成为老虎则危险了。今天我特送圣德诸生一只老虎带回家中，今夜共居一室，明晨各将新的报告周知。与虎同居一室，整夜免睡觉了，被老虎咬伤或吃掉怎么办？恐怕今夜难度到明晨呢。与有形老虎相处，世人觉得可怕，自己家中养了一只无形老虎却不知害怕，贪图肉欲，充满妄念冲动自私。这只虎子潜伏于人家，世人却喜与之为伍，久之同化，人成虎相由不自知，真是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养虎一患，愿世人赶快大开心门，探视尔家虎子已多大了，速速捉到动物园放生吧。尊者有伏虎之力，表示道高一丈，魔高一尺了。何以说之？道高龙虎伏，你骑在虎背，不是比虎高吗？我正骑虎难下，该怎么办？哈哈，你看着办。我看是看，但不会办。世人们，我看你们都是在骑虎走路呢。如何见得？世上很多人每日行着显示，常常下不了台，不正是骑虎难下吗？世人可以骑虎，但须骑神虎，你骑着它万敌走避，可保平安。若骑虎难下，反被虎咬了一口，不是得不偿失吗？虎者猛兽也，世人心中养了一只猛虎，不在深山修行，难怪世道不宁，就是这些为虎作伥者之虎人也。希望世人把心中的老虎关好，与虎为邻，威胁甚大。修道人的魔念就是老虎化身，这只老魔甚为厉害，一不小心就被他吃掉了。世人学我伏虎，如何伏法？真我在上，假我在下，恶念下沉，无坐定不乱，则虎咬我如虚空，吃不到这块血淋淋荤腥的恶肉。老虎没肉吃，只得吃素修道了。养了一只吃素老虎，晚上跟它睡在一起，又有何关系？此时跳下虎背，不是骑虎以下吗？如此不用伏虎，虎自伏了。既然虎背寻伏，它也不能称为老虎，应称作老佛了。不吃肉的老虎，道行一定比人高呢。这如何说呢？专吃肉的老虎不吃肉，表示它的嘴巴不是虎口，而是佛口。人却以肉为食，不是像虎口吗？此时已训给老虎了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
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签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五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与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及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，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，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10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
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